里叫天盘悬空盘，这里是无极盘，直径197公分，外径155公分。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罗盘像个大型资料库，浓缩中国千年历法智慧，每个环节都是惊叹号。这个是108个同心圆嘛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这里面密密麻麻的这些小字，你说有多少字？134000多个字。因缘际会之下，宋顺珠和从事木工的丈夫打造出这个世界之最。延伸传统农民力，得考究自然时序，制程和修正得齐头并进。胚生到做到最后，啊，全部组合也经过1-2年了。这个木头有没有？刚开始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啊，经验还没有那么足的时候，也会变形啊。最难的部分不在外形，而是这条细细的经纬线。罗盘中的磁针容易受金属干扰，得费心定位。集结古老和现代之大成，是文化产物，也是客家人的科技文学。这是轩辕帝以前用的，后来就是不外传。那730年以后，今天师傅才传嘛。玄学、科技、人文与修行，在罗盘转动间祈求净化人心。好，我们看到这罗盘其实是可以为人解惑的哈。嗯，做的本来一些的建议嘛，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？你就上网查遍啊。啊，海陆枪继续努力，加油！那四线我们说一手三王大标，那木马为公司啊。这宫廷罗盘是全世界最大的罗盘，在里面浓缩了老祖宗的智慧，同时现在大家也才知道，它跟客家文化的传承也有某种连结。学会希望让它能够申请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，希望指日可待。嗯，做得本来一些的经营嘛，继续。三王大兵，唔做得本来，伊是来经营哦。继续，三王大兵。